穿着粉色超短裙，背着桃红色潮牌背包，女星莫允文今天和王子邱胜翊一同出席艺术联名公益记者会。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又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时尚行销系，莫允文对时尚自然有一番想法。我这个是七起系列，就是他们经典款的系列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跟 Bounce 的合作非常有趣的是，他利用 graffiti， Bounce graffiti 的一个 signature 的一个设计，却隐藏了很多一些很可爱的小 detail。是，比如说来 detail 在里面，比如说里面有萤火，对，然后还有斧头，是，所以它其实是加了一些可爱的元素，对，然后流行的元素在这个 graffiti 的上面，对，但是却又看起来却又像迷彩包包。是，去年因为在电视剧《恋爱零距离》中饰演李金田的钢琴助教兼学姐，两人甚至大谈女恋，优雅成熟的形象深植人心，也让莫允文意外获得国民学姐的封号。那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学姐有没有对人告白的特别经验呢？因为以前国外没有白色情人节之说，我也是回来台湾之后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有白色情人节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觉得感情上还是男生追女生比较好吧，对不对？主动一点好。对啊，留给2月14号的男生追好了。